好，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豪哥。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东西，就是之前在那个一个业主的家里啊，这个业主还有在研究一些所谓智慧宅的东西。那因为豪哥在做装修过程中，对于这种东西比较不熟悉，所以那时候有请教这个业主。然后到这个智慧宅，那我们再搭配我们的水电去配合它。OK， 喜欢豪哥频道的朋友，欢迎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然后这个小铃铛啊，订阅记得要打开哦，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就会来更新我们的这个影片，来分享一下豪哥从事这个室内装修里面啊，大大小小的经验。OK， 好，那今天回到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智慧宅。虽然说智慧宅在台湾已经这个名词已经出现了应该好几年有了，但是一直没有普遍的演进，可能是使用的人也不多，然后它相对的这些电器啊，或者就是这些开关啊，或者就是插座啊，还没到整个去串联起来。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像 Apple 啊 ，Android 这个系统，还有 Google 啊，甚至听说亚马逊都有在做这一块的相对应的这些电器的整合。但这一条路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也跟我们装修界这一块呢，还没有那么的流通。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们有老屋的翻修的需求啊，那可以建议你们在换这些开关面板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水电我们的给排水跟电线都会重拉嘛，那如果有对智慧宅这块有兴趣的，虽然说不一定要现在做，但是你一定要切记，如果为有做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可以跟你的水电师傅或跟你的设计公司说，在你的开关的那个地方啊，再多放一条所谓的中性线。那什么是中性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带电的一个线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一般的电灯开关啊，它是那个没有通电的，它除非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它才会通电，那电灯才会亮，那关掉的时候它就没亮，那等于说关掉的时候这个开关也是不带电的。那智慧开关呢，它的原理是打在我们的这个开关面板里面装设的一个 WiFi 的 sensor，那可以透过这个 WiFi，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做 WiFi， 大家可以整合在一起，你可以透过这个 WiFi 去控制这个电灯的开关，就不用再去开启了，因为它是一个触控面板。那你因为它是需要吃 WiFi 的，它必须要一直长时间的开启，所以它必须要通电。那通电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一条中性线来插上去，它才会通电。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它就没有电力了。那我知道可能有些什么有些品牌有出什么单火线的这种不用去改里面线，但是它还需要多一台机器去对应，而且如果你是透天的话，不一定说每一个楼层都可以，都可能要放到每一个楼层都要放一台，也许啦，因为我还没有用过这个产品。但我知道就是像豪哥在这个业主家里有拍了一个影片，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装完这个中性线啊，再去买这个智慧型的这个开关面板的话你就可以插上去以后，然后 WiFi 设定完，它就可以用手机来控制。那这个业主说甚至可以怎么串联呢？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 sensor， 那你可以设定你的手机，用你的手机当一个定位，
那我只要回到家，甚至就是 GPS 的这个范围，靠近你家大概一两百公尺的时候呢，它这个就侦测到你的手机了嘛，那它就会自动开启了。那自动开启就是等于说它把电灯啊，或者是串联到这个这个冷气啊，它就会自动开启。所以你回到家的时候，其实灯啊、冷气啊，比如甚至是串窗帘啊，什么东西，它就会自动先开启。这个就是所谓的智慧宅。那我们知道智慧宅它其实透过一个比如说 WiFi 的串联，拿来用这个软体，用一个特殊的软体去控制它。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出远门去国外旅行，那其实你只要那当地有 WiFi 的话，你一样可以用你的手机哦，甚至可以用你的手机去看你们家的这个镜头啊，如果你有装监视器，那也可以用手机去控制你家的灯。那你可以做设定，比如说我出远门了，那我一样是晚上六点开灯，然后大概十点关灯，这样子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一直有人在家嘛，这样也相对对这个安全，比如说小偷他会观察这个住户好像都长时间没在家，就也许会有这种疑虑。那我们可以出国在外国，在日本，在哪里 anywhere 都可以透过手机去开启你的电灯，关掉你的电灯，这是一个很酷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啊，在做这个智慧宅，在做这个电灯回路的地方，记得一定要叫你的水电多放一条这个中性线，就是我们的水线一定要多放这一条。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要装，也许五年后它普及了，那你不可能再叫水电来拉，因为有时候可能已经很难拉了，我们都租进来。一些电线都不好再拉的，所以切记哦，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如果未来有这要做智慧宅的话，一定要再请这个水电在你的开关的那个位置再多放一条中性线。好，那因为豪哥的每一个案子，我们基本上都会请那个厂商再多放一条中性线。OK， 好，那今天节目就很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一个心得，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那请大家可以多多参考。好，那我们下礼拜见，拜拜。